一定没有。三小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哎呀，有离开了，有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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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三小。帮他走路点外八，你那个是谁填啊吧？啊，这是一样画葫芦啦，你可以先画一个东西，然后让别人去模仿它。我到底在画三小？我啊，算了，反正这样子考验你们的技巧。嘿嘿 ，bro， 我到底在画三小？好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这三小啦，小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比印象快。好废哦！这个你这样子我很担心哎、欸。啊靠呀！完了。怎么的？啊，等一下。我感受到那边有满满的灵魂味道。我不小心弄到了。啊！完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白色跟绿色是什么啦？靠背哦！哈哈哈！要没时间，要没时间，要没时间了。哇，爆了！简单，简单就好，简单就好。好了，随便的啦，我管他了。完了！这三小，这三小，啊，我奉陪，我奉陪，应该他应该是画这个吧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哎、欸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我、啊、靠，来不及画完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没时间了。我少一个东西了。越画越潦草，没时间了。没有这个，也夸张。我真的被画那个人气死。没有，要揭晓，要揭晓了。越来越夸张了啦，这什么？好的啦，我放弃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看谁在戳就知道了。对，老大的，好，首先是我的。我现在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恶灵古堡的那个啊。哦。一定没有。三小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哎呀！哎呦，离开了，有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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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三小，你怎么这么贱呢？错了，啊，对不起。哈哈哈哈哈！何老师，哎，你们这么多时间就画这个？这什么？小鸡子三小，越来越夸张。跑题了吧？等一下，怎么会变这个东西？我看一下，从一开始，他这个变化也太大了吧？何老师啊，乖，小鸡应该是比较小鸡应该那边从他开始之后就整改变形态。我的，何老师。这是什么？我一开始看不懂，我后来才看得懂。是阿北，就阿北出事了。哦，出事阿北，是阿北。哦，那我不小心，然后你照画，我不小心按到那个，我不小心按到那个，我把我的颜色都弄，对啊，全部弄脏了。我把它画成踢球，什么东西呀？我也不知道。阿北呢？颜色还变了，怎么回事？也是在天堂，你也太，你这个是印象派是不是？没有时间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有歪回来是不是？没有，歪回来。九代的是怎样？什么？你这是怎样？要再玩点复杂，要复杂哦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。我肚子好痛。金黄发的。哦，超级玛丽。哦，我记错了，记错了。所以画错是不是？你是什么颜色啦？就这，这个圈也不太一样哎、欸。不过我也来不及画完了。可是你有歪回来啊？对，而且我还来不及把它十字画完。哎呦，我有，掉了。这个应该不会歪吧？这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哦，有 AB 啦 ，AB 就不会歪。反了吧？不是按键，你是错了。九代没童年。抓到！这什么结膜、啊？这是代沟。感谢订阅。我的、哦，还好还好还好。P4 了，那个什么？回来，游戏不回来嘞。游戏还回来了。对啊，游戏还歪回来。有感应到啦。有感应到啦，有啦。别怪兽对打机，他就因为他直接避开那个九代那个，然后感应到前面的小鸡的什么？你是神？这到底什么东西？没有地震，我很怕。等一下，地震我很怕，地震很大，地震也大，完了，完了，看不懂，不好意思，又很像我一样，还蛮像的啦，还蛮像的。啊，这有模仿到吧？越来越简化，你知道我以为什么吗？我以为是灵骨塔闹鬼。来不及嘛，来不及啊！哎、欸，回来了！有一头，然后嘞，真笑，干爹你！好强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天！我反的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人变成另外一栋房子，对。我的很简单吧？你的是什么？吹风机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后面变得很糟糕。小鸡是那个。理发厅沙龙才会有那种，前面都还蛮正常的、啊，对，这样很像、嗯，都有正常的、啊。我猜已经是何老师歪了，欸、何老师方向跟他画不一样，笑死露露露，逃过来是不是？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迷路比还乱的、哦，迷路比。古镇。我以为他要画那个哭啦，对啊，人家是金子，他画比金子，我靠，那你加油点子，我看，我前面左轮，你怎么有时间多画那个人呢？厉害了吧？我把那个枪的那个细节简化就可以画了。哦、天气太热，天气太热，太热，太热。会打雷，天气太热骗下雨。我没有印象过画过这个题目、欸，没印象、欸，我没有印象画过这个题目。应该是小鸡，我是开始歪的，小鸡都跟他不一样。开始歪跑，真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古爷爷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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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什么东西？我来看一下，这一开始是太阳很大嘛，然后太阳很大，然后就变下雨，然后又变虫了，所以那个冬季变虫就是小鸡开始弄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小鸡说的那两条，那我画温度计只是画颠倒而已啊。对，嗯，没印象啊。床，
这是旅店。我没有画过这么正常的。我没有画过这个题目。没有，太正常了。看现在你又不就歪了？太歪了吧！哇，下面直接接两个乱源的，会歪。就在完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搞笑。就是两个乱源，我真的忘记这一题是什么。原来是三个乱源了，就你们在那边添乱，变得来输，难怪都没印象。因为皮皮这边会乱掉，没有，我是跟着皮皮有话，皮皮有话。就前三个的问题嘛，翻店变得来输。认真话，我这看不懂，我这看不懂。麦当劳啊，麦当劳啊，什么？麦当劳不见 了, 見了你策划很好哎、欸，会笑死。他应该最能模仿，哇操，太难了啦，太难了啦，我来不及画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最一定会，来不及画。我怎么变拉屎啦？我变掉马桶，很痛苦哎、欸！皮弟，原来那是拉屎啊！哦胃下垂哦，胃下垂，做到自己的事，这什么东西？你这什么东西啦？肛门被啊？屁股是怎么回事？屁股是被打到是不是？太混乱了。地，你画什么？我也是画地震哎、欸，地震尿裤子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印象有这个题目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没画到你的。我也没印象，你们那绝对是歪了吧？我要马赛克，都画限制值，你看，马赛克，马赛克，我没有印象啊，我没画过这种题目哎、欸，我没印象、欸，那就亚鲁比，又比啊，靠腰。哈哈，钢铁人，我以为钢铁人呐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会玩球啊？为什么会玩球？我知道了。抢压塔到底为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人都变这样啊？死掉了！明明是地震，然后变到最后面死掉了。